下午好呀，大家。现在呢，我即将会要把我的这个给拆掉了。现在是礼拜天，刚刚我九点 supposed to 去那个铁打多一次，本来我没有去，因为等下我有一班，所以呢，可能我下个星期二这样子再回去吧。啊，蛮蛤蜊的感觉 ，Oh my god！ 咦，啊。那种感觉好像 baby 大便呢。现在我呢就是往上 Lot 10那边去了，有一个 Yes 的 event， 然后他们有请一个不懂 Eric Cortana， 我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好像是一个很出名的足球员瓜。I have no idea。我的工作经常都可以遇到这一些好像比较有名气的人啊，或者是在他们某某 career 当中踢球啊什么。前一排我还去见一个 Olympic 第三名来一个，可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拍孩子日记了， which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还有 experience 去可以正式的去见到。我不是很确定你们别的人怎么想，可是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我可以得到这个 job， 一个你好像去玩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以后选工最好要三思三思，看适不适合你才去 join， 要不然你觉得不开心就很辛苦了啦。可能你们有一些就知道这样东西，可是好像大多数我们呢都不知道的一样东西，就是你打油的时候是吗？你看见呢，油哥他有一个箭头指在那一 side， 就代表呢你的车的打油的地方在那一 side。有一些的呢是在另外一 side 的话呢，它的箭头就会对着另外一 side 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tips 哦。就像你知道了以后，你不管驾什么车，只要你看那边呢，你就知道应该把在油站的左还是右边了。其实这个东西我昨天才知道不了。终于来到了啦！今天我比平时加的比较慢，今天问我为什么就不想加快，就慢慢走着一百样子，慢慢的来。哎，可能是这两天都有工作关系，所以就放慢速度算了咯。这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来 Lot Ten 这边，有一个篮球场。好像很帅样子哦，哪一间店的哦？下面那个就是我要去的一间了。Media, okay, please sign in. Anyone here? Alright. 后面那些全部是那个人的 fans 来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我也不懂是谁啊。所以我们就在这咖啡这边坐一坐，全部 media 在那边等，然后那边呢就有食物给我们吃了，可是我们饱一些。现在我们在 practice 要怎样？哇 ，yes, here, ready, okay, everyone, three, two, one, oh, wow, oh, wow, 喊越来越勇敢了。Let, let fans. Okay, everyone.突然间想起了，原来我不可以直接回家，因为我答应了 CK 那个拍小鲜肉出差那几天我去那个 trip 的导演，我需要给他那些我之前拍过的 footage， 所以呢现在就要去找他，然后给了 footage 给他了。刚刚我才发觉，原来我们不是录到来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声音，因为我不小心把那个 cable 拔了出来一点点，结果刚刚录的东西都没有声音。等等，现在这边就有我们的 Philip 闪，他已经变韩国的头发了。Hi，Hello， 我就是跟他马虎对手人。对，今天他
要拜托我给他那个 footage 那天去小鲜肉出拍的那些 footage， 所以现在就要抄过去给他了。几时出？人家问。几时出啊？看我心情哦，我心情好我就明天出。哇，这人穿的，不要看，你们不要看他了。拜拜拜拜拜拜，下次再见你啊。好的。回到家里来，老徐要做一些 research 关于这个 Eric Cantona。我觉得我早上应该是讲错。平时呢，我们去一个 event， 他们都会有给一个 press release， 也就是讲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里面呢，哎呀，我已经拿出来了，它就里面有一张纸是写好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样子了。可是呢，今天就完完全全没有，所以呢，我需要自己做 research， 然后写出一个 article 出来，然后以为就可以啊躺下去就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呢，突然间。阿 Loy 和 William 都在死人班，然后他们就约我出来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哦，每一次在我 comment 那边开始看到嘞，好久没有看到 William， 好久没有看到 Alan， which 今天我看到非常多人都 comment 这一个，然后他们就会出现在孩子那集哦，缘分吗？你很烦耶，我看你哟，你很烦哦。这个放哪里哟？怎么？这个你放那边。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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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Loy， 好久不见，很久不见，我还是觉得很久不见了。祝你变白色了喂，最近去漂白，变白色吗？我没有看到。是啊，穿白衣了。哟，祝你穿白色了喂。我穿白衣有错，穿黑有错，这我不用穿跟你有错这样哇，今天不要穿了，现在是。看什么戏啊，来？不知道我们看什么戏啊？那套戏的名字很长，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就不，就不。所以呢，现在跟平时一样，我们要去看戏了，所以我们要看不。然后我们看完了不，哈，我们就再来聊天。OK， 不。所以相机就放在车了。你自己可以拍了没？哇，今天回来不一样的了。我要学你们，我把衣服放在整个后面。Look after them, Jake. I promise. 嗨。太巧啊！太巧啊！一起做同样的 Uber 哈。Uber 是什么？ Uber 回去。接了个时间。我觉得好像什么东西还没有讲好一样。这个系列我就不打算讲任何东西了，因为我看到一半我睡觉了，所以我什么都不要讲，等你们自己来做决定。很累。快点 go。哇，不可能这样恐怖啊！这是没错了，来喽，开车吧，直接踩到完嘞。啊，全部东西拿完出来哎。哇，是啊，实在有拿得出。再见，朋友。拜拜。走。干嘛？回到家了啦，非常非常的累。Oh my god， you know 有些人不是有一种习惯，很喜欢存那个看鸟戏的那个戏票的没？然后前一次呢，我跟阿洛一起看戏的时候 ，which 看的是那个 Morgan 吧，蛮无聊的一件戏。所以呢，我们那边看看下就看到一半我们在聊天，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好像哦，他就只是我唯一一个看戏的咖喱哦，别的 Bernard 那些啊。他都不陪我看戏了，所以呢就决定要把那些戏票给存起来了。这个是上一次看摩根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啦。Which 我将会把它随便拿一个这样子关存在这里面了。所以以后跟阿洛看戏，所有的戏票都会在这个里面。So 这个就是一天了啦。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孩子乐记，我们明天再见哟。